钱。哎，你现在所有工作都靠我，管你屁事！好，第三 round 呢，这一场非常的精彩。对，因为姐妹要失差了。是，那你对于妹妹桥段的主持棒有什么看法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人生前20几年都赢她了。哭了，你为什么要哭腔啊？所以我这一年输她一半的关系。你是前27年，可是你还有60年。他是赢27年，然后现在又在跟我赢，他没赢27年，我只浪费一年，还是浪费一年。那你看起来是没什么起色啊。我没有开玩笑，好不好？我就打你。为什么？不是，因为我之前我们一想录太多集，他是一个真的，就是哨声响起之后会完全撒好了盐的女生。那你刚刚是到底多气？拿直接拿起卡杆。不是，我刚刚就是还在沉浸在那个喜悦，哨声在响，我根本来不及出力，好不好？哎，但我说真的，我觉得他。很久，他至少都在运动，他至少在跳啦啦，有点现在是球技。那陈思雅在家里睡，我每一次问陈思雅在干嘛，说躺在沙发上。哎，那我改一下，我改一下。哎，不改了，不改了。谁会是未来60年的人生赢家 ？Round 3要开始了哦，3、2、1。你是忘记自己是谁队？我们是哪一个？